猫咪啊，不对，猪咪，一种具有迷惑人类技能的生物，外表看起来呆萌可爱，实则游手好闲，骗吃骗喝，常常以叫声迷惑人类，使人类心甘情愿供上他们爱吃的食物，立马给他供上。食物链小鲜包猫粮一共有6种口味。你们看，小鲜包是肉泥形态，并且含肉量高达97%，含水量接近80%的小鲜包，猫咪超爱吃。你们看吃相就知道了。以后不用费劲骗它喝水了。总之，看到这种生物，一定要小心，一旦被迷惑，终身无解。